为着你甲恁小妹，莫阁走来开店乱啊！恁若是阁继续安尼，咱就无啥物好讲的。你也知影，即摆清寒是我咧顾的，你袂当开伊。你放心，王清寒哦，不是我的菜，我袂给你抢。那无你想怎，逐天拢走来乱啊？因为我希望甲伊达成一笔交易。只要伊听话，你会当摕到你要滴的，我嘛会得到我要爱啊！伫个公事方面，伊和我交配合，你拢莫插手；啊，私事方面，伊和我甲伊吵，我真心祝福你。你是不是公私分明？查甫人的拼输赢，什么欺家动手，什么歹面相，哼，无需要。啊，那个清寒，首先交伊要讲啊。哎呦，清寒嘛是我的人，你跟我讲嘛是同款的。啊，你敢知影王清寒的爸爸是什么？清寒这样傻，因爸爸一定不是什么大灵魂。敢讲你跟因爸爸嘛有实在啊？哈，确实啦，不是什么大灵魂啦，不过因爸爸有一项物件对我来讲真重要，我必须讲。您爸爸到底是搞什么物件给伊？你莫讲清楚，我才会当替你查。歹势，这关系到个人的隐私，所以我袂通跟你讲。哎呀，不过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绝对做到到。你应该知影，我对阮小妹嘛是有绝对影响力。好啦，我若是查到，即下您爸爸到底是搞什么物件给伊？我一定第一时间给你通知的，好不好？真实，真实的。来，阿姆哥，你一定要给恁小妹管好吼，莫再回来乱来烦我。一言为定。是讲我拍电话打进去，莫骗我。你若是骗我，莫怪我秘密无忌。妹妹，你是安怎？你伫咧找啥物件？我家厝里钥匙放无去啊，就只有可能找无，唔知要安怎。叔叔，甲你斗三工找钥匙，好不好？嗯。行。妹妹啊，你敢是伫咧这附近饲狗的？对啊，是啊。哎、欸，妹妹，这是不是你的首饰？对啊，多谢阿姊，你真厉害啊！找着首饰，你就当转去哦。阿姊，多谢你帮我找着首饰，这个糖果好哩。多谢你的糖果。哎、你哪会这么卑鄙？竟然敢对囡仔动手，你要对阮嫂子创啥？你误会啊！我警告你，嫂子是我的底线，你若敢卡着伊，我绝对袂原谅你。妈妈，这哪是无对我安怎啦？是我锁匙无去啊！你真厉害哦，妈妈找着啊！至于妈妈有听到无？你还我吧。我拄只看到你伫个友谊的手，啊，伊身躯顶阁有土，我叫是讲你要掠伊。我掠恁查某囝是要创啥？妈妈，你是三只垃圾哦。伊是来乌白讨小的歹人。啊，人阁欠人情哦。妹妹，欠人情的是恁妈妈开店的厝头家，不是你，而且。讲来话头长，囡仔人无需要知影遮尔济，你只要知影叔叔毋是歹人就好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实的。迄个讨小的歹人，敢有参与叔叔穿甲遮尔有质感，遮会缘投啊？阿姊，你真正介意我妈妈吗？至于？是啊。那呢，你爱排队哦，因为介意我妈妈的叔叔有足多。
志宇，你起码是在我被攻下啦！妈妈，我要给毛童啊，三好叔叔啊，三千阿姐，这回去吃汉堡好不？好啊，叔叔上介意吃的就是汉堡啊。志宇，妈妈跟你讲，咱不应该跟这个人行熟啊，知影不？杜承恩，亲爱，你是不是又过来找你麻烦啊？心怡听讲最近你的花店有人找麻烦，就拜托啊，爱三不五时去甲你关心一下。要唔过拄只我去的时阵，你的店已经关啊。杜承恩，你讲真正袂当正正经经做代志啊？我才要拜托你，你敢袂当正正经经去办案啊？我唔对。青海花店确实是有人走去闹，啊，不过不是我，别玩我哇！干嘛呢？那就是安尼，是安怎？你即摆才你拄好伫个家嘞？哦，来乱的人确实不是。有听到无？敢骂我无？而且，阮三个人已经有讲话，等一下要做伙去吃汉堡，所以你千万唔通走去做电灯泡，有听到无？对吧，妹妹？对啊。欢迎光临。哎呦，啊！你今麦做生意安怎？叫人客哦？我开花店卖花，迄是因为我想要收到花，啊，佮有买花的人会当为遮的花得到爱佮力量，唔是要互你糟蹋的。歹势，我袂用个卖你。完了啦，你有当作是咧替我做神仙吼？你店内底花吼，你就送去啊，你认为需要的人啊。不管是啥物病院啊、养老院啊，不管啥物，或者你认为吼应该送的，你就送去。参照你这样过摆的人，应该是感觉足欢喜才对啦，哈。会用的啊，我会用你的名义替你分享爱心。我家阁有卡片，你会用甲你的祝福写落来，然后买单。我阁会用替你照相或者是录影，甲你的爱心送到位。哎呦，你到底要安怎才去好我甲讲话哈？我甲你无话通讲，我嘛无时间陪你。你到底有要买花无？好，我有要买花。你替我捡一我较水的花，我要送人啊！你若敢黑白来，我就报警。我遐有监视器，报警袂用个抓你。你敢？我想怎不敢？放手你死嘞！杜承恩，你若无想要王千安受苦，就乖乖来付。你到底是要安怎？很简单，你就做到白来我的面头前向我摇尾巴。真歹势啊，无任何一个查某人会当叫我做到白。游戏结束，你家己斗斗算。你无要管伊的死活是无？那你稍等，我就开车把伊等在客厅底，你就莫后悔。
是无？我是要提醒你，你想要做歹代志，你就做你去。啊，不过小我是卖牵拖着我。我就是要落好你，而且我要做头一个检举你的人。我要打电话给警察讲，我是目击证人，我看到你伤害人，我就是要让你关灯去弄我来。我就是要听你讲一句话，多谢你啊！你拄只讲的话，我拢有录起来啊！我起码就去警察局报案，做一个检举你为非善罪的好国民。杜神，喂，起来！我起码给你两个选择，看你想要把王建安害死了，乖，还是我起码把王建安带走，你乖乖回去厝内。然后你吵吵，我家仔，你无算是真戆。我就知影你会来这招啊！啊！对你客气无哈，那呢，就别怪我无客气啊！都放了，你有听吗？给你放了，放了，你放啥？放我来，你放啥？放我来，放我来！哎，杜晨，大话，杜晨，放我出去！你给放我出去，怎么你就在死啊你？放我出去！曹庆啊，我拜托你，甲恁小妹管好好，好不好？伊又搁走来乱啊！啊，莫讲遮尔济啦，我等下甲地点传予你，你紧来接伊。若无咱讲好代志，就无准算啊！家己好好想看卖啊！杜晨，杜晨，你给我放出去哦！啊，若无带我出去，你就再死啊！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你要好好踮伫个内底。等下，等我甲清寒送去病院了后，我就带你四界踅踅，看你是不是较乖的啊。